2015年1月24日 ，TFBOYS 空降长沙，参与《疯狂的麦季》节目拍摄，首发照片已经曝光，还有更多精彩要来袭！别急别急，芒果老小编我这就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大爆料。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呢？我喜欢听周杰伦，对，他发新专辑好好听。最近都有在看什么电视剧吗？我不追韩剧的，就他一个人。对，导向还是很正确，就是一定要把那个正义的事情公布。最近看武媚娘。我也是回家就完。对，有没有关注我是歌手节目呢？有看过一点。有没有最喜欢的歌手？黄丽玲姐姐吧。喜欢长沙的小吃吗？可味虾吃过一次，韩哥的开的店可味虾。新年愿望大揭秘，希望2015就我们三个能够提升自己的实力，然后默契只会更高吧。对，和小鲜肉在一起的时光总是过得那么的快，临走前 TFBOYS 三日向各位记者鞠躬 say goodbye。 这么乖巧懂事有礼貌，怎么能不收获各位妈妈姐姐的心呢？网友提问解答时间，让他们三个闯石板密室。是呢，石板密室大闯关妥妥的有呢，让他们尽情的疯就好了，三个不好在一起不能分开哦。石板密室是王俊凯和王源一起闯关，易烊千玺另有任务哦。谁能告诉我在哪个台放？2015年情人节晚7点锁定精英卡通，还想看到更多精彩，尽在精英卡通2015年情人节 TFBOYS 陪你过节哦。芒果老新闻等不及要看小鲜肉报道。